台湾东方这一片无垠的地带是属于太平洋高压的地区，那另外右下角的地方呢是杜苏芮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台风的云系。杜苏芮台风今天上午八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143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来行进。未来呢，它可能会逐渐行进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然后慢慢的转向西北。那转向的时间点呢，大概就是在周这个24号周一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早上最新的台风路径预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扇形的范围呢是未来台风潜势路径，大概也就是说，70%的几率，就是台风的中心未来可能会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目前的中心位置就是在鹅銮鼻东南方这个位置。那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云系呢还在整合当中，所以并没有明显的演出现，它还是一个轻度台风。不过到了星期一的之后呢，它强度可能会逐渐的增强，然后慢慢的转向西北。那未来它转向偏北的这个角度呢，也就是决定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强还是弱的这个程度。那另外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在未来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不同的模式它显示的这个界限也不太一样，某些模式显示它比较容易偏向比较台湾东方还有东北方海面的这个海域来通过，那另外比方说像欧洲模式，它比较偏向台就是比较偏向稍微南一点的方向来行进。那综合研判呢，就是未来我们这个台湾附近都可能就是杜苏芮台风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但是还是要看它偏转的向北的角度来决定它未来的影响的程度。那今天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吹的是东南风。那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降雨，在西半部地区呢，就是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出现，山区各地的山区也可能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杜苏芮台风目前在就是今天晚上20点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在整合当中。那今天的还没有下雨之前呢，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在台湾的西南部西半部地区还是有34、35度的高温，东半部地区则是32到34度的高温。那出现36度以上高温还是有蛮多区域的，像是北北基、南高屏以及宜花东跟台中跟云林地区，还是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几率。那未来呢，就是一个礼拜的天气，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所要注意的重点就是在星期二之后，台风外围环流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所以届时呢，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那在26以及27号这两天，也就是下礼拜三、礼拜四是杜苏芮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呢，这两天呢，台湾各地都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而且呢，就是比较靠近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降雨的这个趋势是最为明显的。那28号之后呢，随着台风逐渐的北移，就是各地的雨势也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不过呢，这一切都还是要看台风在24号、25号。偏转向北的角度而定。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台风在未来是对我们是具有威胁性的，所以就是可以说
不容小觑。那不过呢，影响我们的程度还是要端视它的这个偏北的角度而定。如果偏北一点点的话，可能就是降雨的情形呢，就是以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为主，其他地区是比较类似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为主。那后续的情形呢，就是28号呢，就是南边有一些南方也是会带来一些水汽，不过就是要看后续它的路径再来做一些更详细的预测。那我们简单做一下这个总结哦，就是今天来看的话，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要防午后雷阵雨的情形，而且呢，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包括山区都有可能。那明天23号之后呢，随着台风慢慢的靠近，所以呢，在台湾东南部啊，恒春半岛就可能开始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24号、25号长浪发生的区域会更多，像是24号啊，这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到了25号、26号呢，台风更靠近的时候，就是台湾各周边沿海都是风强浪大，而且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杜苏芮台风未来，它会有这个威力会增强的趋势，那这个增强可能是在星期一、星期二之后增强的这个速度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它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海警以及陆警呢，其实都不排除发布，但是呢，就是还是影响的情况还是要看未来这个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台风就是天气预报说明会。谢谢大家。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